Hello YouTube， 大家好，我是 Cody。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拍，而不是在我房间呢？是因为我房间太小了，没有桌子给我放东西。今天我没有要讲废话，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好康。你是女生吗？你是女生很好，因为我不是女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厂商会找我，我明明是一个男的，这种东西不是应该找女生做的吗？但是如果你是女生，你就应该继续看下去，因为这里有让你省钱的大好机会。其实如果你是男生，你也可以继续看下去，你的女朋友会很高兴。因为马来西亚即将来临的 My Cyber Sale， 所以 iQueen.my 给了我一张100块的 voucher， 要我去他们的网站 shopping 一下。 iQueen.my 是一个美容产品的网站，上面有卖各种各样的美容产品和护肤产品，从用在脸上的到用在脚上的都有。但是因为我是男生，所以我决定买眉笔、面膜、卸妆水还有洗脸霜，因为拍戏可以用到。哦，还有这个去除黑头的，听讲现在很多人用，很出名一下。然后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要买面膜的话， iQueen.my 的面膜便宜到爆炸。这些面膜你猜一片多少钱？一片5块？不用。3块？不用。2块？不用。现在一片只需要 0.99， 是 0.99。 我觉得我根本是金牌打广告啊，我觉得我这样很白痴哎。欸，不过我讲真的，99¢ 一片而已。这个便宜到爆炸的 My Cyber Sale 是在9月26号至9月30号期间，也就是现在就已经开始了。这5天时间里，很多网上卖家会做 promotion， 把东西卖到西北便宜。而 iQueen.my 本身呢，好看更是多到爆炸。 Boom Boom。 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讲真的我都不相信。来，我先给大家知道几样先啊，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他们的网站看更多其他优惠。那么这次的优惠，他们有我刚刚提到的99¢ 一片的面膜，而且不止这个，除了99¢，还有这些99¢ 的面膜。对，你没有听错，是99¢ 一片， 0.09， 意思是1毛钱一片面膜啊，便宜到起笑啊。还有现在这个很出名的，只要是女生都应该懂的，只需要8分钟就可以把你变成韩国 Clara Lee 的未来美面膜。它的主打就是只需要8分钟就可以让你有一个重生的肌肤。因为这个是不含酒精和香料的面膜，所以那些皮肤比较敏感的，又或者是孕妇，都可以放心使用。我很好奇我的脸敷了过后会变怎样诶，我现在用看。哇啦哦，够湿哦。哇啦哦，真的很湿诶。Oh my god. Oh my god. 哇，爽啊。然后我们现在就要等8分钟。哇啦哦，你们有发现那个面膜几薄吗？对啊，我们现在来脱啊。开始啊，脱啊。我靠。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夸张？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哇啦，很保湿，很爽，难怪女生这样爱敷 mask 啦。Anyway， 这个面膜的代言人就是 Clara Lee 本人，这个就是她每日护肤的必需品。你看她皮肤这样好，你就知道这个 mask 的 power 去到哪里了啊。台湾的美女 Grace 也有在她的 Facebook Live 解释这个面膜的好处，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她的解说，毕竟女生才是专业的。如果你在9月26号至30号从 iQueen 购买这个面膜的话，他们会附送你一个 sexy look eye mask， 这个我不敢在这里 try 啦，因为都讲 sexy 了咯。哦，我怕我的 video 有小孩子看。然后如果你买超过60块的话，他们就会送你这个价值100令吉的 beauty box。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eauty box 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你买60块就送你100块，还不好康啊。 OK， 不用紧，除了这些还有 buy one free one 等等很多很多其他超值的优惠。哇哇哇哇哇，等一下， buy one free one， 哇哇啦喂，哇啦，哎呀，我在这里也讲不完，有兴趣的朋友我看你们还是上了 iQueen.my 去看看吧。除了这些优惠，他们还有在做很多很多的 lucky draw， 有 promotion 又有 lucky draw， 笑料笑料， lucky draw 也是多到我这里讲不完。但是我只讲其中一种，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有心，就是他们会把365片的面膜送给有参与 lucky draw 的其中两位幸运儿，一天用一片可以给你用整一年啊，到时候真的是一年365天每天敷面膜嘞。哇啦哦，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就马上上到 iQueen.my， 迟了就卖完了的啦。我觉得我根本是金牌打广告啊。